陈子，你可以和你的师妹玲子比试一下。是，师父。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给我让开。玲子，是你吗？秋言正告，你现在这个样子还配做一名帝国的军官吗？玲子，果然是你。你以为以你一人之力就能胜得了我吗？少废话！
是。怎么，打不动了？来呀！原来堂堂苏如娇也不过如此嘛。